先生，吃饭啦！啊，咋的了？没事，我一会儿再吃吧。搁这装犹豫呢，等会我把饭给你端进来了。你咋的了？哎，头有点疼。你发烧了？是吗？你昨天晚上凉着了吗？我现在就下来买点药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哎一会儿让他好，躺一会儿就行。等你倒杯热水。啊，现在喝吗？现在喝吧。哎，我天儿！好，我先给你放着。一会儿再。也行吧。你是不是有点冷？啊，是稍微有点。你不说我还没感觉。那你是低烧啊？我把我那屋被给你拿。哎，你不用去了，那被也没什么温度，盖的怪沉的。那我给你放个电热毯。太烫了。那怎么办？你看有没有什么跟我体温能相近的东西，我能取取暖。跟你体温相近啊？人的体温是36度。啥意思？就是这个。你做什么？取暖吗？我先起。哎，姐。你想吃点药，就传染。传染就传染。